有请我们本片的监制编剧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陈思诚导演。给大家抽个题，我的上联叫青山一宝，下联叫武汉之光，横批是谁？这样是龙的话，其实我们快乐一个这个新学的向日葵，就是我们小龙包都非常喜欢龙子。我突然发现这竟然是星空女，这次做了哪些一些创新？创新再多也没用，没有一龙长得帅就行。你也还行。大家都在吃饭，你为什么不吃呀？减肥啊。回家了，沈阳欢迎你。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故乡。接下来上场的是沈阳之光黄昏校园歌手鼻祖，各位队员的唐曼、黄志鹏。我临时即兴在武汉抽了一轮，我说武汉之光中的人，所以他在报复我说的。对，特意请假来看，坚持报销路费。报销路费。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就是我们东北特色的二人转手绢。这玩意儿一般不是俩吗？我记得。对，这还有一个。你留一个啊，你跟一龙要凑一对儿啊。东北那个特长老师是西夏，我们长西夏，因为您作为优秀的电影人，然后一直在为我们用的电影，祝西夏，然后最送给您家乡，感谢您。反转。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其实要尊重观众，不仅大家看到的是我们，还有什么服化道摄录美。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电影人的共同的努力，能让观众对中国电影越来越有信心。每一个老爷们都应该来看。还是要感谢所有的观众对我们电影的支持，感谢观众，感谢观众，感谢所有我们中国最可爱的观众，谢谢。